咁咧，我哋向緊庫爾德斯坦嘅邊境進發嘅時候咧，由土耳其一路講去沙河嗰度咧，嗰啲車咧、貨車咧、油車咧、運車嘅車咧、運物資嘅車咧，已經排咗廿幾公里去到邊界喎，仲見到啲車仲繼續排緊。咁究竟係咪封咗咧，定係咩事咧？我都驚驚地。